给我那井哥炒了好多菜，要不晚上我不去里地吃，我就给他打个电话。井哥吃的也怪恶心的。我吃我对象吐。那个面不好吃。对你咋吃？对，就咱咋吃。没有。没有，都干妈那的，你去吧。好烦呀你两回，老子不叫你看了，我就想到让你看了。青菜炒了，你要不你想卖这个？哎呦，还不是想凭空要卖这个钱子了，他之前还想拿多少钱钱。你把这个放下来吧。是对，放下来。送的话，我要是送完的话，哎，你送了再讲。听听屁话，扣着。换下去，放后面。啊。再转一个圈，转一个圈，转一个圈，我等下就省得拍了。再反着转一个圈。怎么反着？慢一点。你这样不拍脸吗？没有拍，我这边待会回头截个屏。不是你，拍个视频。对，不要录到我脸。这录不到你脸，哎呦。我跟他讲，没跟你讲。几乘以几的16？二半多一个。那那毛衣可以脱掉洗了，毛衣裤子都可以洗了，穿。二八十六。啊。你行。二八十六。你头发是不是什么时候洗的？头发今天不洗了，太晚了，再发高一点去。人家洗了，人家晚上睡觉不敢去。拿到那边去，我哪弄啊？上我来脱了呀。我来握一下。几四？这就是几个四，是十六，扣姐这边的。就一次就背四，哎呀，你别想，你也想，三四吗？你想想，上五来钱就行，上五来钱，不要卡到钱给出去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。拿过来就行，等着说呢。一个背一个拿，就反正咱俩拿过来就行，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行。要这一把戏吗？这太难了，我的天哪！没事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给你把后面的给修平整了。说了一次。好短。这叫漂亮。这叫二两毛子住你个住。我给。